算是很有荣幸啦，就是说有机会跟很多，就是说算是知名的作品，算是不错的作品相遇这样子。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算是说第一个满足我自己的兴趣啊，第二个也算是我就是说希望可以透过我自己能够把，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位老师哪一个作，在透过这部作品想要表达的是意念，那表达出来让读者们能够就是说理解，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就是说是我的荣幸啦。Okay, 是这样子。好，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作为一个也算是动漫圈的一个业界的人士，你最想跟国内的这些动漫的爱好者跟读者，你就想传达给他们什么样的讯息？我在加入台大卡曼社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台大卡曼社的一个理念就是说算是深深影响了我，就是说推广动漫艺术，就推广卡曼艺术，就是把卡曼当成艺术这样的推广。那我在这段期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也是一直就是说试着以我自己就是说能够能力有及的部分，就试着就是说能够让社会上的人就是说去接受，就是爱看动画漫画的人基本上来讲未变坏，也至少可以，至少就是说 就是说至少混得还可以。这几十年来，我的感觉是说这个是就是说这个社会对于动画漫画就是对于 ACG 的接受度，其实我很坦白说啦，算是越来越高，加入卡曼社的那个时候相比其实是高很多的。对，以前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可能会想到说现在就是说 ACG 可以就是说成为现在就是政府的社群网站的一个主要元素，是主要元素哦，已经是主要元素了、哦、以前这个基本上以前几乎是很难想象的。那 ACG 已经成为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主要元素之一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同好们应该要对自己更有自信，不管就是说不论是你只是心纯欣赏当兴趣的人，就是当兴趣的同好，或者说你是实际上在画画，或者实际上在做动画，或者是实际上在投入，就是说实际上有在出本子的啊、就是有实际上有在画的同好们，就要更有自信，就是到对这要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因为就是说你们其实已经就是说你们其实已经是主流了，你们就是说你们所创作的东西其实已经在影响这个社会了，以前是这个社会不理解你们，但现在是你们所创作的东西已经在影响这个社会了。那么，你如何对于这个你们觉如何让这个社会受到你们的影响，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身为 ACG 同好，是一个比较值得思考的地方。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是我个人很想要知道，当然问的可能有点广，但是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就喜欢看动漫，所以我也不会言说我整个的人生的理念跟思维其实受到动漫文化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很多的动漫作品教导给我们的包括了勇气、爱与友情，对不对？这些东西其实你在课本上很少啦，基本上我们都很难从课本上学这些东西、哦、那你说这些东西要从哪里学？其实不管是小说、电影这些比较主流的艺术文化，在更早的年代就被社会大众广为接受。那动漫画这个东西是到近年来才也被视为一个艺术作品或者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然后带进了尤其是青年的世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而且它里面所含的这些内涵，我觉得不比小说、电影或是文学等等来的差，我觉得这些内容都要被一致的看待，而且它确实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价值，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要在最后问这个问题。可以了解。那我们就今天很高兴 KK 接受我们的这个专访，谢谢师兄啊、记得哈，大家再帮忙打广告、但是我们先声明，我们没有收出租女友的出版权，纯粹是一个同好的一个心态，给大家推荐这一部作品，我自己也蛮喜欢，我还没看漫画，我还没看动画，我现在目前只看漫画，那希望大家好、去支持一下动漫画，动漫画的版本都应该要支持。好，那我们今天第四集就到这边为止喽，拜拜，拜拜。